奥数师以超凡的智慧制造出奥色核心，持有者可触碰因果律之门，操纵阿卡夏在不同的空间中旅行。与此同时，炼金术士发明了机械魔方，它能改变一切生命与物质的本质，机械化与生化不过一线之隔。自此，奥术文明与炼金文明的黄金时代随之而来。但极盛往往是衰败的开始。奥术师和炼金术士们对构成世界的基础能源阿卡夏的大肆抽取和使用，导致索瓦萨空间陷入混乱。然而，为了延续现有的辉煌，双方都不愿放弃对力量的追求。他们开始相互指责、恐惧与怨恨。战争终于在无可调和的矛盾中爆发。科技浮空城奥德赛的陨落打开了这场旷日浩劫的序幕。